我今年是59了，初中没有读完，平时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以修理为主了。说我们小时候嘛，汽车还没有嘛，说实话啊，我早就想到长大以后就搞一个汽车嘛。现在有的汽车嘛，像坐出租飞机嘛，大概从10个月多一点嘛，整个花了大概是不到10万嘛，8-9万还肯定是有的。发动机要修了，发动机肯定要修了，不行了。那么他说今年是我想造一个飞机嘛，我给他说你是，我到他是神界的，是疯的，你会造飞机啊这样子啊？结果他真的是造出来的，肯定佩服的呀。一个农民伯伯造飞机呢，说出去大家都不相信的。这个操作杆就是。前进后退左右的就是这样的，能够变为它的方向，桨叶往上面斜就升起来了。今年过完春节以后嘛，慢慢细细买材料在做嘛，本身自己爱好嘛，也是爱好，好像自己喜欢动动手啊，弄弄嘛，是这个意思嘛。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一直在新鲜的东西一直在我喜欢。水箱都是改装的，所以管子上面都是一节一节把它接起来的，自己小零件啊，比如说这种东西啊，搞搞啊，都是这里加工的，本身是修理的。你不做修理的话，有难度，说实话有点难的。做做想想设计设计，做做想想设计设计。图纸基本上都是说实话，协议上面收收要弄弄啊，还是有的。他别人的图纸哪一方面你比较合适的采用它。其他地方的我采用哪个图纸是这样的，都是结合起来的。螺丝等于说往里面拧进去，拧得一进，它重量这里有轻了，拧推出来就重了，所以这个平衡度相当相当要求高。碰到事情还是很多的，想想看简单。立地不算成功嘛，说立地反正立地大概是4-5次了，立地大概是50-60公分高吧。现在只有慢慢来嘛，就是能够把机器平稳的、飞机平稳的拉起来、降下去，熟练以后再往前面、往后面、往左面、右面，再进一步发展嘛，对吧？下一步我还要看看，如果飞起来还是不是蛮稳定平稳的话，还是要调发动机，还想改掉。改掉的话，你如果放矮一点，稳定性还要好。爱好什么东西的，自己真正摘的话，什么东西都很简单的。其实说实话，想好点什么事嘛，我一定要做成功嘛，是这个意思嘛。小时候有个梦想嘛。